典大型机台射击游戏 Tengai 在手机平台上再次复活咯。以日本古代为背景， Tengai 要让玩家们成为那种靠着过人的反应力，在弹幕中四处穿梭，并且以强大火力一一歼灭敌人的乐趣哦。玩家可以选择巫女、忍者或者是武士等拥有不同攻击特色的角色，而关卡场景也相当丰富，即使是同一关也会随着进度而有截然不同的样貌。除了单人闯关之外，玩家也可以加入电脑操作的2P 来帮忙战斗哦。